走我们的第一次恐龙，就是你啊！这样大只，我也是很大只，你会怕两个吗？三子龙我不怕，我是赵子龙。看他小。你也要相信自己，亚瑟也可以做输出。Hello， 各位，我是鲁纳西。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到了 Ark Survival Evolve， 很久没有玩了，记得上一次玩应该是不是？给我去看 Luna C Ark Survivor。Oh my lord， 是6年前，我的第一个是在201510月15号。把重点，我们现在回来了，全新的 Ark 系列。也没有全新啊，这个 game 已经很久了。可是呢，讲真的，我是不会玩啊。I need some help, guys。人设，我已经想到什么人设了。那就是我们的人设 ，OK， 有原因的，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头小小粒，但是他身体这样大只吗？因为阿有很多石头的嘛。那恐龙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躲在石头旁边 ，camouflage 跟石头一起，然后头小小只是为什么呢？你们知道那个潜水艇吗？他放那个镜子上来的时候，是不是小小个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美的 camouflage 在旁边，又可以偷看四周。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名字 ，Melly。啊 shit， 我都不知道我要选什么地方生存，我就直接。哦、真的好怀念哦！看一下人设 ，Look at this！ 哦，我们可以站在大石头旁边 ，camouflage 完美。你看头小小，立刻偷看四周围。没有没有，你看那个旁边的鱼都看不到我。那什么来的？给你给，四级开启，你要升我才几级？一级。什么东西要查？没你给，野性小，动你们。你们，来这本书上面我是要看什么？我要看什么？哦，来 craft 东西先，怎样 craft？ 啊 ，shit！ Pickaxe， OK， 可以做 pickaxe。妈的，阴痕技能，给你给，我不会看中文呢、啊，我看中文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你们要体谅我一下。我做了我的东西，我不是 craft 一个东西啊。哦，这里制作栏，这边物品栏，哎呀，宝宝什么栏？给，我们有这个了，可以打石头吗 ？Oh yes。Whoa, wait a minute， 你不要在这玩笑吓我啦，放手上飞。哦、here we go。先去抓我们的第一只恐龙，就是你啊！这样大只，我也是很大只，你会怕你啊 ？Come on， scary， let's get it。三子龙我不怕，我是赵子龙。看他小。鸡飞龙，鸡飞龙啊！真的是，我的，你脸就给我死掉。来，发射一下！哇，我还没有 level 15，你就给我消失，妹妹给。Hello， hello， where you？ 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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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这样叫啊！我两个 level 27级 ，what the？ 哇，只代表我可以做那个什么了？哎，我们的蓝图！哎呦，我这个波波忘记去点呐、啊！喂，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做了！你给我三个斧头是什么 ？OK， good， 我们全副武装了。怎么我没有帽子的 ？Scam， 为什么帽子？我还没有学到啦，波波，没有学到。我们可以引他过来吗？应该不会游泳了吧？不要在这里啊！我要去南极二了。喂，怎么我一出来就听到那个砰砰砰的？我的 fuck 啊！真是草食动物啊！不科学的，你要骗我？看到我这样 sexy 的身体就跑了。不要在那边偷看我啦！哎呀，我是很帅啦。OK，Let's、okay, go round three。Oh my lord， what is this？ 河马啊，不是那个海豹，是什么僵巨？喂，不要动，不要动啦！破道，再见世界。哦，这个，棒 ！K， 僵尸死掉了，我们吃 berry。Spam all the berry， 喂，为什么会紫色的 ？What？ 哇，我是得到什么 power？ 哇，紫色 super power， 到底是什么 berry？ 哇！哎，爬
爬不上啊，哎，傻逼爬不上，有个傻瓜爬不上，爬不上。Oh my god， 20级 ，Holy shit， no thanks。不是，我们要做火先，我们要做火，火嘞火，我要火，我要煮肉吃。我们要煮一点肉先，不然我们的肉腐烂了。Boom， 我是要放木材进去。哦，一点哦，原来是这样子，哇，好聪明啊！我是原始人，第一次起火这样啊，傻逼！煮我的肉，我饿了，现在我要煮多一点木材。哎呦，妈的发卡！喂，我都没有拿我的斧头，我的斧头，哦，哦哦，哎，昏迷，雌性双七龙，通常会打人的都是吃肉的吧？不是啊，三来我不了。抓了，哎呀，我们要找一个 strategic place， 就好像你买屋子，你要看很好的风水，好像这个这边这样多树，那什么都看不到。哇，三角龙，三角龙，哇，这什么猪？都会有猪掉下来的，哇，长颈鹿。我怎么又在这里的？他跟 Minecraft 一样，我突然间想起，是不是要 save 啊？喂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哇，到底在哪里啊？他的地图是不是有地标的？有的地标的吗？我太久没有玩了，我已经6年没有玩了，我已经忘记了。哎呦，这什么来着？啊！怎么突然间打我 ？Yes！ 在哪里？哦，37级 ，Minigame， 终于躲一只在那边修哈屁股。OK，Round two， baby，I mean Round three， baby，Let's go。我们找了一个 strategic 的 place。虽然你也没有很 strategic， 我们这里对面有一个美丽的岛。好，我们现在来要建我们的爱的家园。我们这里这样大的地图，当然要建一个很大的爱的家园。我们的很大的家园终于建完了。我知道你们讲很小，可是对我来讲很大，好吗？一个家园到底大不大呢？是看你住进去有多舒服。你看这个 Bobo Sweet Home，Oh my god！ 你看这个温馨的话，虽然一点 Bobo，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进去这个门，这里我们有一个储存箱，这里也有一个储存箱，这里就我们的睡袋。然后呢，我们做一个 open space area。我们没有放屋顶，是因为我们要看星星。你看，哇，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一边赏星一边睡觉，多好啊！其实是因为我懒惰去收集素材，所以我就没有建一个屋顶啊，就这样子。那、啊、不能睡觉的咩？还是它只是放下去它就能储存啊？我也不知道。哦。哦哇，香港好下起了雨，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很多天没有冲凉了，我们就一边睡觉一边赏星赏夜一边冲凉，你看多好多方便，一边可以一边喝水，哇，多功能家园真的是没有地方能住。啊，你就敷衍我，哎，啊，原来啊。我们现在有了弹弓，有了这个什么，这个弓弓弓，阿妈来弓弓弓的东西。哦，麻醉药，抽血器啊，抽血来着吗？哇，我以前没有记得有这个东西的。喂，到底要怎样给他们白天呢、啊？好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我们的第一只恐龙了 ，Let's go！ 我们来做一些简单入门级的恐龙，三角龙。哇，我跟你讲，这个游戏的天黑还比黑色还黑呀、啊，有时候看不到路，我以为我宕机耶，黑黑一整片。我们有了弹弓，我们要准备多一点石头，我们准备100粒石头。告诉他，三角龙，找到你了。有没有 boy？ 哦喽，有两次，我们要做哪一次先？嗨。几级呀、啊？哦，33级呀、啊！到底能不能做？几级？3级呀、啊！来站在一个高高的地方吧。来喽！哦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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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现在石头没有用呢，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矛来钉它，钉死它罢了。OK OK， 很凶。OK， 哇，对了，就是这样子的。哇！啊，直抽直抽直抽、啊！我错了，我错了。慢咁嘅，慢咁嘅。哇 ，What is this？ 啊！会游泳吧？会游泳。完
哪一座嘞？真的三级的就好了，我不想要再奔波了，我好累啊！你全副武装了 ，Round for five, let's go! Oh my boy, oh no no not like th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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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漂移游过来，这么快的？喂，三级，哇，这什么来的？哇，这么机器恐龙啊 ！Why are you running？可以吧，我射了很多历史陀螺嘞，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个也坏了。Let's get it,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哎哎哎，你要跑了，要跑了，要跑就是晕了，要跑就是要晕了，不要给我死在水，我跟你讲，刚刚不是很梗的没？很梗的不是？很梗的不是？嗯。Come on, boy！ 哦，晕了，晕了 ，No！ 我的 boy 来了。他的 boy no， 我不是要跟你打。我要怎样在安全的地方喂他 ？OK OK OK， 喂呀喂呀喂呀，吃 berry 吃 berry， OK OK。哦哦 shit， 我要怎样出去？我是想要怎样出去 ？Hello Hello， 也不是这样子的 ，Come on man， 我等你醒来才可以呀、啊，不是吧 ？OK， 哇哦，三角龙耶！给他名什么三角龙啊？我们要取一个很帅的名字。A， 我亲爱的 A， 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跟我一起上山下海撞墙壁了，好吗？我靠，我done了。不管你要不要，你就是要跟我一四人就对了。啊 shit， 我都没有安，能制作安的吗 ？Renegade， 我要怎样制作安？怎么会有球棒啊？是拿来打恐龙、打前雷打的是吗 ？Home run， 你的移动速度吧，感觉你很慢。喂。很开心耶，回家了 boy， 应该会游泳吧，刚刚游这样快来打我，哎 good girl， 哎 Donkey Kong，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相依为命了，虽然家有一点小了哈、啊、你就把这里当作是你家就可以了哈、啊、我们现在有家有恐龙，我们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个 Rainbow Color 的嘞，哦可以打开，这是什么剑心向安，耶耶耶Yeah, 我要三角龙的啊！我这个是什么？哎呦，我又不能骑它。哎，现在你的第一个试验就是来测试你的攻击力。我们就来打。No， 我当然不是打这样大只的。哎，有的没有，我现在一只恐龙，现在没有的没。刚刚不是有一群来围殴我的、啊？哪里有啊？来了啦！叮叮叮叮 ，Attack Go！Get it！ 我们并肩作战，没有人能打败我们。不可能。Yes， good girl！ 哦，升级了，果然攻击力还是有的。虽然有一点点笨重了哈，但是我不会嫌弃的。Yes， upgrade 新床了 ，IKEA 买的新床。哦，虽然有一点破旧了，这个应该是人家睡了15年没有洗的床。还有那种味道。火把，火把，火把。OK OK， 我们插在那里。Strategic place。Yes sir。Oh yes， 睡了一定 on 的啦。新年要到了，给他 on 一点呐，没有关系啦。我们有碰到过了。Yes, yes， 我们来试看它烹饪锅到底可以烹饪到多快的。点火。哦，哇，不是这样煮的咩？为什么我的肉一个都没有煮好的？你那个，看这岩石火煮肉更快呀、啊！啊，我们终于可以做麻醉药了。Yes。可以恢复你生命值，但是会使你晕眩哦。只是让我记得有一种那个果实，白色的果实是给它苏醒的吧？那么刚刚呢，我在家里呢制作了一些火把啦，可是看起来其实也没有很亮而已。反而你用这个手电筒哦，不是手电筒火把来照亮你前面的路，更加亮。你看，哇，美了耶！没嘞个，真的，我是要做多少个火把才可以呀、啊？哎，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放纵生存第一集成功。我很多东西还不会啦，观众们有什么建议的，可以交流那些冷知识、新的知识，问你啊的呢，可以留言在下面呢。然后我们第二集再见了，拜拜。